大家过年好！我是好大一张脸，包装策划能力有限公司的负责人，我的名字叫宋晓峰啊。这个本公司的业务就是为你找面，为你包装。那么今天为包装这二位不是别人，正是我姐和我姐夫。包装的妙不妙，主要看疗效。那么闲少叙，有请这位新人闪亮登场。好，完美。小峰啊，你给我俩整的这个假貂可真不太真呐！啊，啪啪掉毛啊，嗷嗷起静电呐，这太磕碜了。你看这毛掉的，那貂是让你俩穿的，不是让你薅的呀。不是，我倒能勉强磕碜，你看给你姐垫的跟条藏獒似的。你好，你跟那杜宾似的。来，哈尔奇，你给我俩评评理，我俩谁磕碜？快，你说，能不能不闹了？人家好不容易开家公司，能不能给予支持呢？那架不住你一年开40多家公司。我跟你姐夫有点支持不起了。你这回这公司又是干啥的？这回公司啊，是一家面子公司啊，主要是为你们量身打造的，就是为了给你们撑撑场面，提高一下企业形象。你俩不是说一会儿镇里有记者过来采访吗？对对对，所以好好的咱得包装包装啊，这叫排面。不是，我跟你姐我俩就俩卖熟食的，这卖的稳当的挺好的，整啥排面啊？那你说你整那玩意儿干啥？你姐夫干得多好啊，现在也算是镇上的龙头企业了，那还有啥上升的空间吗？愚昧无知啊。我问姐夫，你做一个老爷们儿有没有梦想？把姐换了算梦想吗？那是妄想。换谁？换谁呀？你要吗？换我，换我。我问你们两口子，一年能卖多少箱熟食？哎呀，那可不少卖呀，能卖50多箱呢。才50多箱，集装箱，集中精力，你得往上整啊啊！你最起码也得5万箱起呀、啊！不那么一句话吗？心若在，梦就在，天地之间还有真爱，那呀？啥玩意儿？那呀？你啥你不明白？心若在，梦就在，天地之间还有真爱，难呀！哎呦，我进来是的吗？我大弟弟唱的多好啊！你说啊，姐夫，如果你信我的，不是跟你吹，我不敢把你家的猪头肉铺满整个地球，最起码也得猪耳朵连着猪耳朵绕它3圈的呀！这种成就你不想吗？想，没那么多猪头。哎呀！我不是说你啊，就刚才你这出啊，从屋里往出一走，哎呀妈呀，这太太歪歪的，你像个刀郎似的，一点都不像那个大老板那个样。不是，那大老板咋走道？你告诉我来。那在我的固有认知当中啊，大老板有4大要素啊：扭头别棒，处决横丧，甩头不得假，摇头尾巴晃。啥玩意儿？你能说点人话吗？走起。来，给我学来，哎、啊！我教教你来啊！哎呦我天，老爷呀！哎呦我天哪，小峰啊，快看看你姐夫！拐了我这呀？咋走的？给你个参照物，学学你二姨夫。你二姨夫啊，二姨夫啊，啥就有感觉了？让你们俩待去，让你学你二姨夫，你学我二姨夫干啥？不是他俩床挨床得的都一个病吗？你这行吗？这走的呀？就是，就算勉强可以吧。啊那么接下来呢，我就教教你这个谈吐啊。谈吐。哎，手有点空，等我拿下去。哎，这对了，谈的啊。OK 啊，教你几句话啊，什么大买卖都拿下啊。好，你像这个有钱人呢，张嘴闭嘴都爱说这个万8的啊。像你这种身份啊。你必须得是一般的。哎呦我天哪，我感觉对了啊，没味儿了啊。不是关键咱没做那么大买卖呀，你这不撒谎吗？怎么能是撒谎呢？适当的夸张和吹嘘，这叫营销，懂了吗？打个比方，就说我姐啊，我姐就是换装啥样，貌美如花。那不化妆呢？雷霆嘎巴嘎巴嘎巴，我嘎巴巴就行，那嘎巴嘎巴。你能说我姐她是骗子吗？对不对？能吗？不能，对。那么这点行了啊。接下来啊，
你们采访的时候你们就要说什么呢、嗯、说你们的有背后有基金。背后基金没有，有基金那你呼猪头啊得掉味儿啊，那香基金呐、啊啊、基金，哎，你就得说你们背后有大财团，像这个石油公司 啊粮食公司啊等等大公司作为你们的靠山啊、哦、记住了，这背后有石油哦，对对对、哦、啊、哦、接下来呢、哎、接下来就是、哦、区块链。区块链啥玩意儿啊？不得好，我要是知道我就告诉你了。你别管它是啥，你说出来之后显得你特别成功，你是个大企业家，懂了吗？啊、哦、接下来公司上市了，这时候哎呀，我想一想，这是大有本的了，这想一想啊！哎呀，我现在我怎么感觉？哎呀，我现在我感觉我有点飘了，我、哎、我抑制不住，我都感觉我想骂谁似的，我呀！现在就是气场爆棚了啊！哎，就这种感觉！哎呦，我天哪！哎呀，来了，来人！来来来，别脱了吧，这整不了了，这害怕呀？害怕啥呢？啊，怎么的？你俩实在害怕，上后屋，一人喝一口酒，壮胆的啊！能行了吗？别着急，我给他们稳住，听我口令，一会儿粉墨登场啊！哎，好，来了啊！啊，同志你好，我们是李飞来，干啥的？啊，我们是美丽乡镇的记者，有证吗？这是我的记者证，进来。你在咋的了？你干啥的？我是摄像，摄证。摄像哪有证啊？我问你有没有证？没有证。我告诉你，这么大个企业没有证，谁给你报纸？再问你一遍，有没有证？确实没有证。你进来吧。同志你好，哎，我问一下，你们许厂长在不在？啊，我们的许厂长携夫人正在午休。这才上午九点半。你们什么企业呀？这个点就开始午休了。我们厂长呢，刚从丹东回来，正在倒时差。从丹东回来还用倒时差呀？咋的？从太平洋绕回来的啊？你别管他是从哪要，他想倒就得倒。不好意思，那让他倒吧，我们多有叨扰啊。撤，走。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你家呀？不是，那我给你招你。有请董事长携夫人闪亮登场。什么情况？这肯定是午休没关窗户，让风给烧了。这是。你瞅啥去了？要干啥去了？我想骂你俩。干啥去？快点，干啥？他俩是采访的记者，记者啊，记者啊，啊，记者。那个这二位呢，就是我们的董事长携夫人啊。来来，坐，猜，来坐，坐啊，来坐。好，我问一下，您是许厂长？不让啊？不是，让。哎，你先别骂人，我确认一下，你们这是食品加工厂，确定不是屠宰场对吧？这话说的。不屠宰怎么加工？介绍一下，我们呢是美丽乡镇栏目组的记者啊。嗯，第一个问题啊，你们这个企业每年能生产多少斤熟食呢？一板的。好。一板的。哎。你们每年生产这么多熟食，那能卖得完吗？那他还卖不完，你这这。助理解释。哎，他个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因为我们的猪头肉特别好吃啊。这么说吧，全世界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吃过我们家熟食。哦，那你们这么大的企业一共有多少员工啊？那家伙老多了。对，我媳妇儿，我叔辈哥，他叔辈嫂子，我外甥女儿，他外甥女儿前男友。啊。那这么说的话，你们是一个家族企业。对，而且家族好像还有点乱。那个这是喝多少啊？我俩一人一瓶啊。一瓶不多呀。白的没让你俩喝一口吗？那一口给闷了吗？你这赶紧的吧，现在状态这么好，你快点的。行来，你接着踩踩来。
你们六个人胡收拾能卖往全世界，这证明你们生意做得非常好。这个背后啊，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秘方呢？背后啊，背后有石油。哎呀，你们用石油来糊熟食啊？我们的意思就是说，以前呢用天然气糊猪头，就糊不烂糊，后来改用石油了。石油不就汽油吗？给汽油一点着一糊，哎，烂糊了，入口即化，是这意思。对，你没听明白啊？你这个解释是说得通的。那你们用的是什么运输链呢？链道链区块链哇，区块链哎，不懂吧？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解释都没法解释，解释你也听不懂，太高大上了，知道吗？哎呀，这区块链不怎么是长了还是短了？这个好像跟长短没有啥大关系吧？不是，跟啥都没关系，因为不重要啊。长我们给它掐去一股了，短我们就再给它接上点，那完事儿了。对，自己家的链子想咋整就咋整呗。不是，我感觉到今天咱们来采访有点多余，有这时间不得回去玩那威乐家乡游戏？那是纯咱们地道的家乡游戏玩法。你说，哎，免房卡、免下载，完还有奖品，咱这不闲的吗？搁这听他叭叭，搁这怎么的？还踩不踩了？咱们踩，坚持。这个踩吧，来吧。我们继续问啊，咱们省内和周边这些城市运输，你们用的是什么方式呢？哎呀，我家有货车呀。那货啥玩意儿？货车？家这么大产业用货车？啊，火车。火车也不行，他妈太慢了，那玩意儿明天提辆高铁。你们要提一辆高铁，用高铁运熟食啊？对喽。他是怎么事呢？我们呢，这我们家准备买的高铁呢，就是不拉人儿。哎，一等座拉的是这个原材料，二等座呢呼收食，三等座是成品。你等会儿，这个高铁有三等座吗？车是自己压的，随便改呗。来，是，我还是出去录云彩去吧。这吹的我耳根都疼，我太得劲了。我跟你说。咱呢今天真就得到这了，不能再往下问了，再往下问人家肯定有火箭。火箭呢？火箭现在我们现在不知道外星人得不得这口，如果他们想吃的话，我们可以买个火箭飞一下子。对，好好飞。那个整点尝尝，嗖的。那个，那这样我们的采访呢今天就到这儿了啊。因为地球上的事呢我们问的差不多了，外星的事呢我们也问不了啊。那个我们就走了啊，再见。走，小伙来，谢谢。站着。咋的呀？那还能空手走啊？对呀，这嘎达有俩猪头，拿着啊。那猪耳朵呢，刚才让我俩下酒都给造了，就剩俩猪脸了。我们不要脸。别给脸，不要脸。给你的啊，改的。那要是拿了你们东西，那我们真就成了二皮脸了。把机器开开，来，观众朋友们，相信你们看了刚刚的采访，心中已经有了答案。我希望有关部门抓紧时间介入，关闭、查封这家无良企业，关机，保存证据。啊，什么玩意儿？对，保存证据，关闭、查封、查。我你呀，要查封咱们，查咱们！别走，哎、记者同志啊，咱是不是有啥误会啊？咋突然就要查封了呢？没什么误会，你们挺好。别，你把话说清楚，把话说清楚。你们刚才对着我们的摄像机口无遮拦，大吹特吹啊！你们说的是真话吗？啊，把我们的机器都要气炸了，你们这是什么行为？不爱惜设备行为。别想封怎么能封啊？又被查了。记者同志，那个啥呢？就是那个刚才我姐和我姐夫说的话吧，都是我让他们说的，怨我。我们这个企业是合理合法的，适当的美化，这不可以理解的吗？你那是适当的美化吗？外星人都要吃猪头肉了，这是美化？不是那个我们恳请政府重审，再给我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，行不行？对，我相公啊，都是冤枉的。对，好，既然这样，我们给你们一次机会。哎，现在开始重审。哎，陪审员，来把机器架上。哎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将变成呈堂证供。好，现在我问你们，你们的企业每年
到底能生产多少斤首饰？一两百万斤。啊，说实话，100万斤还是200万斤？150万斤，那个首饰啊，都是我送的，与我相公无关。是我没长心呢，都啥节骨眼的，还互相包庇呢？我没包庇呀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我同父同母的弟弟可以作证。你别说话。我们接到消费者的反馈，说你们买卖做得很大，生意做得很好。这个猪头肉呢，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，这是一个什么情况？说。是我。娘子。啊哈。到这个时候了，我这。媳妇儿，你自己起来。哎，这个时候了，我必须要挡在你的面前，是我。在每一个月黑风高、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，我不睡觉，我会悄悄地来到厨房，认认真真地给猪头薅毛。薅干净了之后，我便把猪头放到了锅里，然后用我私自研发的秘制炖料来炖它。我的秘料内含7749味中草药，有一些是我在市面上买的，但是更多是我跋山涉水去到深山老林，历经千辛万苦，自己亲手采的。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我的私心和我的味蕾，对美食无限的渴望。是的，有时候我叫我姐夫出来喝酒，他死活不肯，就在那呼猪头肉，生怕是呼不烂乎。这回好，就是了吗？你活该。要不是你如此死心眼儿，如此认真，怎会来今天的祸事啊？罢了罢了。后来我们的口碑越做越好，第一书记又帮我们找销路，扩大生产，我们食品厂才有了今天的规模。再往后，我又把全村的父老乡亲都拉下了水，让大家跟我一起呼猪头。我对不住他们，苍天哪，请你惩罚我这个罪人吧。相公。娘子，姐夫，小娇子，停！干啥呢？你们这啊？我给你们上刑了是咋的？啊？我们这只是重新采访，你给我演什么洗手霸王啊？在这儿啊？没演霸王啊？没有。这不明显你洗手霸王，这个虞姬吗？那我呢？你是霸王那匹马吗？你说的完了，要查封，要曝光我们吗？我们只是重新采访一遍，让你们一五一十说点实话，说点真话。你这给我们吓的，你这，哎呦我天哪，吓死我了！兄弟，我告诉你啊，不论是做人还是做生意，诚信为本，诚信才能赢天下，知道吗？是。今天呢，可能都是误会，还是第一书记说的对，你们就是龙头企业。你说差点让我们给整成法治在线给爆出去，你说这真是，哎呦我的妈，这破玩意儿掉毛。要我说呀，做人呐，还是得踏踏实实、稳稳当当的，是不是？对，你这还这衣服穿的，你得来这身儿，你看见没？你看，这是我平常我自己的衣服啊。哎，你看我这平常干活我都穿这身。大哥，哎，整点猪头肉不？多少钱一斤呢？送你。哎，你看唠的多顺畅是吧？这多好。你说这事儿啊，小峰，这事儿是不是赖你？草率了。你这个面子工资啊，是真不行。我跟你姐夫要啥面子啊？咱国家政策现在多好，你说村里不光是脱贫了，还致富了。就你姐夫这脑瓜子都能挣着钱，你差啥呀？你也回村来，咱好好干一番事业，这才叫真正的有面儿。兄弟，你看你姐说的多好。这样，这回啊，你们也别拘谨了，领着我们呢参观一下你们的车间，咱们好好采访采访，好好给你们报道报道。对，好，马上就熟了，我还正着急呢。哎，正好我解说。你干啥？解说。好，来。把镜头对准他，让小峰给我们解说。开始。
你叫我，我还有点紧张呢。啊，猪头肉啊，特别香，肥而不腻。奶鸭啊？这啥呀？奶鸭呀？你回来！哎，奶鸭是什么？奶鸭。